早安啊！哎，猪肉包子早安！你们明天应该说今天停班停课的，恭喜你们！我要来抓水母啦，水母！那我其实刚也没有刚睡醒呢，啊，怎么又睡到十二点了？我的天哪！哎，樱花安安，奈特安安，又是水母。他们说水母性价比比较高啊，就抓、啊，哪知道我的水母好像都，欸，nice， 啊，不抓水母了，我们抓尾鱼。哇，好棒哦！呜呼！不棒不棒，尾鱼会咬人。哎。想到我外甥，跟他抢东西叫，哎、欸，哎，你知道，我本来想说再躺回去睡的。每当我躺下的时候，雨就很大的打下来，啊，我起来的时候就没雨了。我想说，好啊，现在是要这样是不是？好啊，我不睡了啊，我就开台。所以等一下如果听到我讲话会突然有杂音啊，那就是大雨一只虾，好吧？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游戏没有说不适合玩，我觉得比较适合没有开台时候玩，那才这样才能好好的体验这游戏什么的。啊，射错了。
红鱼，哎、欸、哎。欸嗯，因为我其实玩游戏不太会讲话。哎，认真玩游戏不太会讲话。然后私下本来很想要打开来玩，但是想说不行，要留到开台，要留到开台才能玩。忍住，繁星，忍住。有有有有有。哎，你这是奇鱼，想挑战哦？来找那个带白色斑点的水母。我没枪了。嗯。我敲，哎呀，看到但来不及，敲几下。又负重了，又负重了。嗯？
欸，是不是这个鱼啊？亮。哦，好像是欸。想去抓一只海天使，再来，再回去。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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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哦，我那时候看过海天使吃东西，他就真的是把头上面那个扒开，哇，画面恐怖死了。我不要负重打王了吧？啊！怎么又是负重打王啊？哪个没用？看一下哦，八公斤，两公斤，丢弃。好了，不行，还没。7.5。魔海天使女王的触手，哎、欸，真迹的照片，看看闪亮亮的东西。确认。
我没饮料喝了，只喝水了。谁呀？米马餐厅，你是传说中的人类，呵呵，你长得没有想象的可怕、欸。我叫米马，是这个村里开餐厅的。呵呵呵，既然接受人类的帮助，真是没有想象。让我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料理。阿旺，转交便当。哎、欸，左上角有特殊的 Coco 哎、欸，是 Coco 哎、欸，啊，点错了，白痴白痴白痴。给谁？种子商店，人力，各种种子和献给金融大人的花，献花用的花在外面台子去拿。哇，这种金。不是啊，我要拿给哦，献给金融大人，那给你们的吗？阿姨，白金。啊，可以走了没？金融大人，金怀晚安，赶快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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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有个任务。背一，背一，缺了。就是双马尾的吗？不能买哦，还不能买哦。决定。这是什么？哦，哦。那个是什么？委托？
我本来想说晚上人如果真的人够的话，好像该解日麻任务了。我日麻还没打。到了，到了。哎呦！快乐跟种子有什么关系？哦，这个是这么棒的地方，两手好吗？海马。小章鱼。鲤鱼大便的家伙一定是用什么引子，竟然把我的白金哨子抢走了。我只是玩速度卡牌，这份抢走而已。他都连输五次没钱，硬要赌一个哨子。啊！天哪、啊，赌钱啊，不喜欢。贝壳翻车鱼，贝壳。海马，哦，他放水，哎、欸，海星是哪一个？海星是这个还是这个？海马，应该这个，螃蟹。黄带鱼，不吧？黄带鱼，哦不，我好烂。气死了！哎，大鱼牙齿寻找珍珠。好可爱啊、哦！这该不会是戳牙齿那个的吧？都再来玩。贝伊要钱。
使用 B 呼叫白金，搭乘白金快速移动。那还有任务吗？没了。嗯。不要，不花钱。铁匠铺。他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哎，拜托，白吃也要吃午餐好吗？白吃不吃午餐，那就吃早晚餐就好了。M 查看详情。哦。嗨，公主，好久不见。对耶，要抓海马耶，白痴哦！快手安安，谁招青眼白龙？我不怕。我等一下去弄个吃的好了。可是刚刚有吃过鸡腿啊，嗯，就鸡腿而已，没了，就只有鸡腿。啊，没有其他任务了。这边是卓拉领地，英龙神社。好吧，那怎么离开？咦？炸的还是卤的？腌制的。我现在不能吃炸物啊。我现在没吃，还是在长痘痘，所以你知道我如果吃的话会多严重。侏儒海马，等一下我好像有点歪耶，等一下哦，我坐正一下，没差，好像没差耶。棒棒腿还是大只的，大只的，就是整片的。改吃素，我记得阿弟吃素原因就是因为吃的肉类关系。啊，我吃素会死欸，不行。不要说什么海马会藏在别人家里面哦，我会生气哦。看看娱乐场没有海马跑。这样铺刚来过了。
哇，其实经营餐厅还好哎，正常时间都不会在餐厅里面哎。天哪！那个饭？哪个新饭？哎，我还在靠。啊，你该不会是从幸运值点满那个吧？是吗？我对那种有点开挂的晚生那种的，我就觉得还。哦，对啊，就是那个掉入幸运值点满嘛，然后有一只兔子，很喜欢吃萝卜的那个嘛。你去跟海马竞技场地前面的人鱼野米说一声。等一下，找你哦。杰士海马，登陆。你可以在这里选择进速场，并开始来一次新手，所以选择西竞技场。海马的状态最重要，别忘了随时右边的箭头。已经出战的海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状态恢复，所以要多准备几次。这时候这样下去。透过应援空白键提高海马的速度，应援等级超过绿色时，速度反而要进步。竞速分别有什么类？参加跨栏或者是综合赛，可以获得更多奖金。啊，空白键哦！加油！
OK。哎、欸、啊，这边没有任务，就是要等明天了，是不是？啊，锁好嘛，其实。看不见你的笑，要我怎么睡得着？还有没有惊叹号啊？没有哎、欸。哎，这个游戏怎么没有那么简单呢？一大堆任务，一大堆支线要做。我以为真的只是下海捕鱼、经营餐厅，没了。结果是要当工具人边经营餐厅，这我怎么受得了啊？锁好吗？等一下，锁废了，锁废了，锁快废了。它长得真的很像那个甲鱼欸。耐打的吗？太扯了吧！太扯了吧！换这把，换这把，五把枪，五把子弹，五发子弹，五把子弹，天啊，棒！哎、欸，不对，我刚刚直接送上去就好，我怎么打那么多发？哎呀，繁星是白痴啊啊！笨蛋繁星，还没救了，亏了。刚打一发可以送上去的啊，巨口杀，繁星你这笨蛋啊！为什么？哦。
笨蛋，大笨蛋。中毒效果。不是啊，我没有稿子哎。抽打抽打，你最好这么多血哦。哎，刚刚本来可以三星鲨鱼的，我在干什么？真的是哎、欸。哎呦了。啊、不是，请问这个意义何在？啊！不、嗯？问一下哦，等下世界 BOSS 几点出？世界 BOSS 还有三个小时，七点。
哎、欸，我上不去，没理由啊，没道理啊，嗯。我今天看那个 X 调查嘛，他原本有介绍一个潜水员，也是这个啦。他说就是那个潜水员的名字刚好也跟戴夫的名字一样嘛。就看那个 X 调查，他竟然标题封面改成跟潜水员戴夫一样的那个故事，那改的标题改成潜水员戴夫。欸、其实都有在关注欸。哎、欸，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是我出不去咯。嗯嗯。这样不酷哦，兄弟。兄弟，这样不酷哦。哦，兄弟，看，兄弟有酷了，酷了，酷了。怎样？章鱼又出现了吗？哎、欸，我刚才游下来，抱歉，不好意思。哎、欸，抱歉呢、欸。混蛋章鱼来了，混蛋章鱼。
阿娃。哦，哎，我这边有走过吗？来看看，来看看，看来是没走过。哎，有吧？右边有人鱼公，人鱼家吧？哎，对啊，来过了。切，咒存沙，哦，咒塞沙，嗯，好了，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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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应该去猎奇鱼的啊，溃烂。哎，我可以站了一个几分钟，我想去做吐司来吃。关闭。要当作选手使用的海马。哦。章鱼模样的枪支护符看起来强化，使用枪支造成基本伤害。哦，咚，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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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没长大，来去抓个前扇。哦，好痒，我的脸，哎，那些头发。来去抓个鱼。母哦，那这是鲨鱼。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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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咚。啊，烂炮兵！干嘛？干什么？干什么？好猛哦！剑鱼呢？戴夫身上肯定有四千八百多大鱼能偷起来，肯定的吧？不然你以为他肚子装的是什么？对吧？肯定有鬼啊！我们要先找到剑鱼哎、欸。哦。能怀孕，哈。有了，有了。前散，前慢。剑鱼呢？
什么鬼？耻辱欸。睡着啊，睡睡睡。我宝可梦睡觉设定十二点，结果两天都十点睡。啊，你这样应该有涵盖到吧？反正你提前睡，这样应该有涵盖到吧？我是已经没办法，一定要早上睡了，不然我那些奖励都要少一天，或是宝可梦少一天才能看。没有其余欸。真的没有欸，连刚刚大鲨鱼都不见了耶。你看，下海可能一个多小时，那去餐厅短短的五分钟就没了。Queen 卡，哎，找到了。好像可以回去了欸。还比赞欸，赞哦。好了，走了走了。哎，宝可梦睡遇不到色尾，虽然没有太执着啊，只是什么身边开始一大堆人都已经第二只、第三只色尾了啊，我们还没有，还是我们的世界不会有色尾，就跟我的世界没有裂空座一样，好可悲哦。移动。嗯哼，打电话给艾莉，艾莉，艾莉。Uncle，
装我的口不会模糊的什么生物。撒上能聚集荧光浮游的鱼饵就会出现，不过想要收集五个昆布啊，难怪我有开始有昆布可以打。你这个鱼饵一点关系没有吧？哎呀，你都会伤心的。刚加上这是鱼饵囊胶囊。总之获得了鱼饵，我要去跟鱼道先生说一声。总之晚上要拍照的话，我要顺便写东西。哇，哭了！不能了，不能了，不能了！回家，回家！啊，我这个结束后，我去弄一下那个，弄一下三明治。人家说弄吐司啊。我看了巨大的海天使，我没有按钮，我按按看。啊，他爸爸。哦，我的天哪、啊！你看，表示爸爸在探险大海失败了。爸爸以忙碌为借口，也没人好好照顾你，只顾着工作，不负责任。爸爸，因为爸爸工作，我们总是一直搬家，害你交不到朋友。但爸爸还是希望真纪能原谅没出息的爸爸，坚强的活下去，成为一个优秀的厨师。梦想希望能实现。就算身处远方，爸爸也会记着真纪才能笑。他们长最像的地方应该就是那个眼镜了吧？爸爸不喜欢我的力不尽量。是不是解锁农场啦？你坐着干嘛？传说中生物竟然真的存在，真让人不敢相信。如果那个地区有好喝的啤酒，我想会被看看。他们在水里应该没有饮料吧？麦克庞巨臂，停啊！换地方，导演。我的新电影迟早在这地方发射，结果。如果我的料理能拍出优秀的作品，我很容易准备哦。如果是我的粉丝，谢谢。不过你做得到吗？我对寿司挺有点挑剔，尤其是这附近的米真的很难吃。请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一定准备好灵感大爆发的料理。三天，我会再来的。厨师先生，希望你不要掉。好吃的米，料理是一种艺术，我很了解创作的痛苦。高级的寿司是有限的，给我一天，明天早上再联络你们。我就用，哎，员工，选择替换真纪，然后培训。
好了，应该先这样了。哇，这是什么东西？清蒸狼鳗。他就飞到台湾，买了高雄139号米。你说花三天来回飞哦？也不是不行啦。啊，伸懒腰，伸懒腰，伸懒腰。Green card。看他确认，有人说这样子确认一个，然后改成自动供应哦，这样吗？然后看一下哦。丰富寿司，然后确认。鹦鹉螺，这也有，海马，海天使，天哪，天哪，X， 确定。哎，这样试试看。哦，好像可以耶。哎，拍咪啊，安安，好久不见，感谢揪团。没有想说，各位都滚去睡了，我就安安静静的抓鱼。
好久不见。哎，啊，指令怎么不给我出来？我这边死人很多啦，哈哈。啊，都去睡觉了。早安呐、啊！啊，优质频道。啊，有了有了，你刚好来看猫咪。我要去抓猫了。嗯。哦。毛毛，你走慢一点，毛毛。我是想到之前玩那个萨尔达，有追那个雅哈哈的任务，有个白痴，什么？不要干扰我，等一下。他说毛毛不见了。麻子组，哇，麻子的观众吗？安安。什么白痴潜行任务啊？好了啦，毛毛，不要跑了，毛毛。是马匪。怎么会有降落的贴图？他怎么没跟我讲是我这个贴图？小猫猫怎么可能只有生一胎？白痴哦！毛毛有小孩了。Queen 卡，爱毛毛。哎呦呀！有了，多了两只猫。这里吃的东西更多了。哎呀，好，我暂离一下，我要去弄那个巧克力吐司。艾夫，你睡得好吗？听起来很累。我昨天一点炖的东西是什么？来养殖场旁边了吧？宙斯米加再来米一起用。完了，每天好忙哦。为了中草民拔杂草算什么？店铺的收到，店铺再提醒你了。放 now 的城市，明天开始就会透过这种情况。拔杂草，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拔呀拔呀拔，拔杂草。我感觉他们不是他太多支线了，让我觉得这款游戏让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这款游戏。正在返回，好。等你们回来。
没有，我就是可能前面辛苦一点过过任务，等后面都结束后再来开始，钓鱼，不，经营餐厅。等下，虽然说要去弄，但是东西没弄好，我好烦躁。打摆一下，送往厨房。我吃冷的就好没热量，不是哦。我也想啊，什么热量？我不怕热量啊，我反而需要补充热量。OK， 好，等一下我们要下海去抓旗鱼。小艇。好，我离开一下下，很快回来。哎，对，感谢马匪的十小起点，谢谢。你说到农场报告啊，这个大概3分钟吧，弄很快。
哎，等我一下，我要被我家人气死了。跟他讲说，巧克力不要放冰箱。哎，结果结块了，根本挖不动。他讲说不要放冰箱，放在常温啊，凉阴凉处就好了，不然巧克力挖不动。哎，等我一下哦，我再去弄。我回来，我来放个暂停，应该可能要五分钟了。
我回来啦，我做了一个十一层的吐司，嘴巴要拉超大的那一种，没有啊，就是把吐司压扁啊，压扁后就应该可以入口了。我回来了，能吃一口啊？原来你没有要睡觉吗？我以为你纠缠过来是因为要休息睡觉。有，大家忍忍。好，好。嗯，那听台风，他有没有停班停课吗？可是如果，我曾经有一次是那个，哦，有停啊，上课上到中午发布停班停课，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上半天的课。你在听台风哦，还是你在听外面的雨声？这是什么啊？波伦氏九次子。橘子夏安安，应该说早上好了吧？早上好啊！没有，我 Google 一下哦。你好饿，我有多做一些巧克力三明治，你要吃吗？好啊，那请来淡水取餐。来淡水取餐哦。阿总没看到地中海拟花高翅，尖刺燕鱼，哪有咳那么快。你再慢一点就要从我嘴巴里面了哦。如果再慢一点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厕所了哦。不过我做那个，做三明治在楼上有点风险，就是因为我怕蚂蚁会跑过来，所以我等一下要吃快一点。
这个是什么啊？我，你没有要、哦，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哎、欸，我 Google 不到哎、欸，这字到底是啥小、啊？哎、欸，珍惜早安。深海洞，蓝洞路口，一个一个找。哦，这只吗？水深30到120公尺的洞穴，绿色蓝色的鱼，我在吃着11层的吐司。阿贵，晚安。30到120。为了找布整晚没睡，什么布？你要 coser 是不是？你要做娃娃？哎呦！厉害哦，30到120。娃娃还好吧？会吗？我觉得会做东西都很厉害、欸、啊，至少我就是不会啊。其实蛮简单的，嗯，画画其实也蛮简单的啦。画画你也会，那完蛋了，你什么都会。太夸张了，你什么都会。没有，对来说画画很难啊。你头像也是自己画的，我看看。哇，点你头像，我人物当掉了。哎，那你很强哦。你好像很厉害哦。偶尔接接委托，那你好像很厉害哦，一直讲，一直讲。哎，这个人也挺烦的啦，不知道。
哇，竟然还有提示，就是要抓你。完蛋了，有睡眠针吗？哦，有三个肉。我决定把我的同伴橘子吃掉。哎，是不是紧要关头，食物缺乏就会互相吃了？你看，今天为什么会同类自相残杀嘞？那肯定就是有缺乏物资啊，粮食短缺，就会有自相残杀的情况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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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哎，啊，其余嘞？啊！如果你撑到六点，我会滴血糖啊。那这个情况下，我教你一些甜言蜜语的好了，让你对着镜子啊，你对着镜子撩自己，你会被自己甜死，要不要？你会得糖尿病。自己撩自己啊，撩到自己糖尿病，真的不要吗？感觉就很好玩耶，感觉很好笑耶。你可以先示范吗？我不用示范啊，我整天在那边讲一大堆，我还要示范什么？我都快糖尿病了欸。什么？我还要抓三只？一个女星一七，太高了，哇！你这么高哦，欸，你比我高哎，完蛋了！你这样子，跟你在一起的男生有没有说压力很大之类的？还是你就干脆算了，直接教女生就好了。其实教女生也不错啦。啊，不要是什么意思？不想教女生。我干干干，白痴！我看到了啦！哎呦，这什么意思啊？哦。哇，好帅！哇，好帅！
这样我还要哄他，麻烦。哎呦，看来是曾经哄过吗？爱情总是会缺氧。不是啦，哦，还是你知道女生的麻烦，而是你曾经体验过女孩子的麻烦。没有其余耶。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班女生超级麻烦的。嗯，女孩子嘛，对不对？嗯，日乐，明明就没有说他，他以为我在说他，他生气跟我绝交。哎呦，对吧？这就是要谁叫谁骗你哇？那就算了呗。对吧？这个就淡掉了，这个只能淡掉了。我没有其余，不会啊，你没有遇过需要你哄的男生，那更麻烦。你有没有想遇看看需要被哄的男生啊？看来你的故事也很精彩，感谢夏哎不生夏夏的追随。哦哦哦哦哦哦哦，被喷满脸，被喷满脸。哦哦哦哦哦哦。也要我遇到需要哄的男生，这不就在你面前了吗？没有啦，那这时候眼镜拿下啊，这不就在你眼前了吗？那这时候慢慢脱眼镜，跟杰哥一样，真受不了你，不是拍咪啊？你怎么还在？睡觉，去睡觉。爱情总是会
人家说脱下眼镜的男生特别帅，然后看看杰哥那张图，够帅。刷一下手游，晚安，晚安。看，不是骂你，不是骂你，我是骂这只臭鱼。病死了！哎，还骂还骂。认识的男生很好哄，这样，好啦好啦，爱你啦，妈妈妈妈，这样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够好哄了吧？怎么可能？晚上哄的话，你这样很晕你。鱼子是不是喜欢我？他怎么会对我妈妈妈妈了？打电话给艾莉。他挂了。我叫。很好。哇，好多任务哦。潜水吗？我预告过跟你说的一样话的男生欸，谁？开门那个人就叫繁星吧。哪一个啊？是刚刚讲什么话啊？你是说好了啦，不要生气啦，妈妈这样子的，这种男生对这女生哦、啊。不是不是，哪一种啊？好漂亮哦，这边的鱼。哎、欸，这只我是不是没抓过、哦？啊，死了！对，我没有抓过啊。这只好像熊猫。哎、欸，哎、欸，不对哦，地形都不一样了。哎、欸，这只好好看哦。好看，哎、欸，对，哎，地形变了，鱼都变了，变丰富了，哎，你是不是喜欢哦？男生就是哦，不是，也不是男生啊，人就是有这种错觉啊，他是不是喜欢我？哇，地形都大变了、欸、大变。
好像没抓过你耶。好像又有哎，我有。他就生气，然后跟我说懒得哄啊，也说了一句话。他小女生吧，也不能这样讲啦。哎，有时候你要知道，干干干干干，亮睡觉。你知道谈恋爱后智商会变低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会觉得你们曾经在一起过，有没有可能？我只是普通朋友，认识五个礼拜而已。哦，但他可能相信一见钟情，有没有可能？他相信童话故事里的一见钟情。这样讲有没有合理一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谁知道嘞？有时候男生的想法就，什么？你们都别跑，干，给我回来！妈的臭鱼，回来！什么意思？哪有集体咬人的鱼？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跟别人打架、欸。哇，他觉得你就是他命中的那个人啊！你看，你会打架，你会保护他，他被欺负的话，你会出手帮助他。讲越讲越合理了，对不对？就是你了，我的公主。哎、欸，阿鬼安安，哎、欸，你们不是在那个吗？哎、欸，也没有哦。刚刚看你们四个，哎、欸，三个在同哎、欸、群组里面，一见想报警。哇，现在这么困难了吗？等下六点要打开的宝可梦睡啊，假装自己在睡觉。哎、欸、哇哎、欸，那其实你也蛮反差的哎、欸，你看你身高这么高，然后又会做娃娃，又会画画，你蛮反差的呢。结果是个八加九，真的假的？你是哦、喔。
那这样就更合理了吧？不是女生都爱加酒吗？好不好？男生也爱啊。哎、欸，我不是啦，我不会到爱八加酒啦。哎、欸，不是啊，我刚才想我在讲什么？加酒妹我不会爱啊。所以你不是八加九，你是四加四吗？干谁？谁咬我？你算一半的加九，这样你身上有刺青吗？4.5，我刚才在想说要讲成45.5，那好像太冷了，算了算了，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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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杠，我捅你，捅啊，牛啊！屁啦！我接近他金鱼宝宝的声音，我把金鱼宝宝杀了。这里耶、欸。哦，对啦，44.5啦，靠，烦欸，这里这里。来了来了，把你做成寿司。啊，敲到了，哈哈，哈哈。听到你数学就痛，干嘛？在念紧箍咒是不是？哎、欸，他没有换气会死掉哎、欸。摸摸，哦，好摸哦！好，再摸摸它，来来来，最喜欢摸摸了，摸摸，舒服了吗？没事没事。哎，继续摸它，来来来来来。我那时候想买剑盾，也是因为它可以摸摸。好了没？还要哄你吗？我要扛他是不是？轰隆扛浪扛浪扛，
日月也可以，可是日月的画质实在是太难过了，它太像素了。小金鱼，等等我，拿个凶器。哎、欸，他有血条哎、欸，白痴哦、喔。都是什么魔兽世界白痴护送任务啊？金鱼宝宝，宝，我们走宝，不要晕我、哦，好吗？宝，我们走了宝。宝，你这边等我一下。啊、死了！哦，碎啦，碎啦，碎啦！他直接撞墙死的、欸、啊！太渣玩到这边会吓死，绝对会啊！哎呀呀呀呀！我要没氧气了哎、欸！零八八嘞！零八八嘞，零八八巴拉巴啊，要负重了，哎、欸，没有，还好，我可以到九十公斤了。小小子安安，旁边做加酒，但我还好，没有，你不讨厌就还 OK 啊。不讨厌就好啊。嗯，不是哎、欸。哇哇哇哇哇！想骗我？想骗我？我怎么记得不可能是一个鲸鱼攻击全部的人呢？嗯，明明就全部的鲨鱼去咬一只鲸鱼，想骗我？拜。再让我玩一下啦！哎、欸，怎么强迫人家回家？我还没抓够哎、欸。嗨，小金鱼，破图喽！哇、哦，也太大了吧！
就被说加九，不对，你现在几岁啊？你骑重机，不是加九都是骑小绵羊吗？我怎么印象那种加九都是骑小绵羊？波塞顿。最近开台时间好特别哦，对吧？再吃一些冷门观众群，半夜不睡觉群。他们设在水深20公尺左右的地方，请去找找八问。哎哎哎，怎么又来了？怎么一直那么有人？我都忙，超级稀有首领卡生物可能会出现。作为海洋灯啊，在那边梦。晚上进去的话，应该看到漩涡进去。啾啾！半夜不睡觉又出来假扮王祖贤，谁是王祖贤啊？确认。来了一个不错的，哎，我觉得他采购很好。算了，我继续去找龙毛布。好，路上小心。不，路上小心啊。哎，祝你待会回来可以边听边缝。准备8月18的 FFC。没有，他说缝娃娃，他只是缝娃娃，又不是要什么。我路上小心，老的路上小心。也可以摆摊卖，嗯，是可以啦。哦，是去虾皮找哦，好吧。好棒好棒！我以为你是要去家里东翻翻西翻翻。哦，这个吗？而且要等早餐店开门了，差不多了，天亮了。你家5:30开，那很好啊。爱和是非带错意太多，先把子弹我们就出发。怎么还有？休克。
猪肉满福宝不加猪肉，那这样子多少钱啊？哦，这是什么？哎、欸，就这样打 boss 了吗？可以不要吗？哎，离不开了。哇哦！寄居蟹，哎呦呦呦呦！会动的卡车，枪没办法伤害他，怎么办？怎么办？好啊，怎么办？好啊，小女孩。哎呦！然后嘞，哦，丢他是不是？我干！干嘛？哦吼吼！然后嘞，我没有用。什么意思？你干嘛？这时候可以打了吗？哎呦！哦，还是会受伤。然后你，哎呀！
哎、欸，抱歉，你没有打算让我回个血啊？这样过了吗？妈，哦哦哦哦，我好像很厉害呢。卡车没啦、喊都是热巧克力，我靠！你是在耍人吗？有啊，有些热巧克力会加冰块，是因为他不想要太热啊。啊，可以理解。拍照了是不是？可能被鲨鱼撞到，全部倒在地上，重新才能拍照。奔跑。哦，发电机。
石堆。哎、欸，我很喜欢福分呢、欸。啊，没了吗？哎、欸，失败！啊，好难！可爱，好了，把包包装满，我们就回去啦。顺利顺利，还不小心打了一只 boss。呀呀呀呀！救命啊！又没氧气啦！所以我现在每次都讲那个啊，真乃微微啊，多多绿微微。
哇，今晚好忙哦。走走走，寿司店。我聊天室在转圈圈欸。应该可以的。哇，一个讨厌。然后店员说，说去冰，店员转身就拿个空杯子，然后装沙。冰沙去冰，直接给你沙。
什么沙？沙子的沙吗？太过分了吧！我是讲冰沙去冰，这个就有问题了哦。是有问题。爱钱。这个好了，选择农场增长中可收获，来去看看。他跑回去跟店员理论，理论就说自己跟我冰在取冰，我是说不是哦，我讲真的，讲冰沙去冰这种东西，纯粹就是去乱的吧。对吧？以正常的逻辑来讲，讲冰沙去冰这种不可能的东西，你是要人家怎么做？他不小心说成冰沙去冰，然后店员也没跟他确认。不是，你要知道，可能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太多次了。好啦，店员有问题啦，但是，怎么说？可能都不好讲因为很多死屁孩也都会说真心话大冒险嘛，或是赌注赌输了啊，要去做这件事情啊，对吧？送往厨房。因为就很常发生，我拜托我不是做饮料的，我是做那个超商的，也一大堆都在那边乱的，乱完之后说哦不好意思这样子，就是遇到的臭小孩太多了，导致就是很难去，怎么讲？啊不，无妨。
自己还拿凉面。对啊，就是你也不确定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来乱的，还是我赌博赌输了啊，不跟朋友打赌赌输了什么的。你看哦，我们今天那是我发生过的真人真实故事，就是我一个常客，他就是一副附近的人都认识他，一副老大样子。啊，我们作为超商店员，是不是客人就是老那个客人就是客人为大嘛？对，客人至上。但他今天裸着上衣，光着脚丫子走进我们超商里面。那我如果好心跟他说，那个你可不可以好好穿鞋子进来？他就直接饮料直接放桌上，钱甩在桌上。这种东西我们不是就要忍气吞声的收下吗？对不对？那一次两次还好，可是他是每次都这样子，搞得说我们店长也跟他讲说，那个你至少鞋子也要穿一下吧，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在柜台前面把啤酒喝完之后，直接把空啤酒放在桌子上，就甩头走人。你就这样久了之后，我们不会生气吗？那对，今天他可能他朋友也看到了，或者是其他邻居看到他可以这样做，于是后面陆续都是喝饮料喝完之后。丢给我们，我们回收，我们丢。那后面也是跟他们讲说，有些因为有些东西他没办法丢垃圾桶，要额外分类，像玻璃瓶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饮料罐。然后他也是说懒得自己回家就丢着给我们，反正是我们这边买的。然后我们说不收拒收的时候，直接放在我们的那个超商店门口。他就直接用放的就走了。那好，今天那个客人放了就走了，后面客人也陆续学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会发疯发火？一样吗？问都不问一样的意思啊，稍微早。所以也不是怪你朋友，可能刚好讲错话还是怎样的，就已经可能是有其他客人有前科。导致就是说故意来找茬的，好啊，那就做给你那种感觉。如果你那个也不会想要问啊，反正就是碰到太多客人，你每个都要问的话，久了也是应该说前面可能会问嘛，十个客人十个说什么冰沙去冰，对不对？每次都会问，但是来乱的客人太多的话，就可能十个里面问七次啊，十个里面问五次啊，陆续就越来越少问这样子。问到后面就干脆都不问了，对吧？就是这样。哎，我那个刚刚说那个打赤脚裸那个光上那个上半身的是想要追我们店长，然后店长就不要，他还买娃娃站在店门口在那边等他下班什么的，然后那个店长就直接把娃娃那个就是扯走，然后丢到他们店里面去。那个是瓦斯行的，他直接丢到他们店里面去，叫他带走，他不要。我之前看过屁孩拿着不能微波的东西跟店员说，店员办什么微波的，哎，对吧？就是有些人真的是纯粹来闹的，是欠骂。可是有什么办法嘞？客人会额外结算。客人是老大，客人是上帝。啊，就是因为有一次，我直接在柜台跟他讲说，你这个不能回收，还是什么一大堆的，结果遭到客诉。然后，当天就是总公司就打电话来我们店里面说，那个中午12点的时候，你们工读生是不是有凶一个客人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店长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凶客人？我说，哦，有啊，就是那个瓦斯行的。他说。
好，我知道了，但是你以后也不能这样凶人家，你知道吗？我说好，知道了。然后他就跟那个我们的区经理说，没有，那个就是有客人会故意来乱来闹的，已经忍气吞声忍他很多次了。对啊，这个是我的错，因为毕竟我也不能大声的对客人讲什么。但是他真的是，哎，30分钟来一次乱一次，真的是一天的心情都被他弄乱。你懂吗？就是一直来闹你，一直来问你们店长电话啊，你们店长住哪边啊，一直问到很烦。然后久了就是我很不爽。那我们店长就从仓库里面说，又干嘛了啦？啊，不是跟你讲说你不要来这边闹吗？这样子。我说你不要来乱我们家工读生啊，不要来乱我们家正职啊，不要来乱我们员工。就很烦啊。继续要干嘛？海龙宫就是好气哦，凭什么忍气吞声服务一个低能？广住珊瑚，挂台去躺一下，等等准备上班。好，辛苦了。我应该过完今天也要休息了。虽然本来那时候是多少，3点4点就想睡了，可是就是雨声太大了，睡不着。老板太怪。哎，我那个老板人还不错，说。啊！怎么球被吃掉了？你大概9点睡，3点就起来。请问那个准备上班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啊？晚点睡啊，扎克伯爵早安。羽状珊瑚、管状珊瑚、莲花珊瑚，好。反正找珊瑚。哦，还有惊叹号 ，Go Go！ 下班太累，先躺一下，然后就睡着了，醒来快3点。哎，那我是不是？好啦，我今天过完就休息。塞尔吉奥，我的宝可梦睡觉，叫我睡觉了。查实收就保底了，哇！啊，错过就没了，对不对？要等复刻了嘛。7000日气保底20抽，哪一个游戏啊？我要回台湾刷你的瑟瑟裂空做了 Tilda。 啊，你不是刷到了吗？感谢小伟的donate。你不是刷到裂空做了？我那天还想说你太强了吧，你花半天的时间刷到裂空做。哎，
我的我还在刷，你刷我的干嘛？不用啦，我自己刷就好了啦。傻眼，我自己刷就好了啦，不要那么辛苦。十八加的，该不会是？哎，那叫什么游戏啊？新世界吗？Really？ 答案是，该不会是什么狂欢的吧？怎么是空圈仓？哦，好妖哦，那太久了吧？我遇到这种客人一次来三个，老板直接说：“阿姐，你就给他们摸一下，不会死了。”我当天把食指摔在老板脸上，说：“老娘不干了！”哇，你做什么东西给人家摸啊？好扯哦！什么老板？这什么老板？哇，这已经是职场骚扰了。哎，投诉你嘛，也不想升迁。哎，我们当时是真的有想要，就是集体投诉对方哎。我们当时是。就是我们店跟店就说，哎，你要不要来投诉我们店啊？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可是没有真的投诉啦。可怜，莫名其妙被带到上面去。小章鱼，你在哪？好可爱哦，吉娃娃。升迁上去就要扛责任了，所以我那时候在做那个美联社的时候啊，我们店长或其他同事都说：“你为什么不升迁当正职？”我说：“你疯了吗？”在这家公司当正职根本就是不划算的，我就超亏欸，你要事情做完才能下班欸，啊工读生是你不下班会被赶着下班欸。虽然那时候也是有想好很多啊，就是也不可能一辈子当那个啊，当工读啊，也不可能一辈子的都在那个超商嘛。所以后面才会出来做实况。哦，我真的当时以为，当时是认定想说，这辈子就这样算了。
我这边。不过当时是真的有在一家店上班的时候，有一个阿姨一直很想介绍她女儿给我认识。我当时是以为那个阿姨想认识我，后来那个阿姨直接开口说：“弟弟，你大学毕业了吗？他说你高中毕业了吗？因为我那时候高中毕业两年了。我说已经毕业了。我说那你说你现在读大学？我说我没有读大学。我说这样啊，我就很好奇怎样，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以为他想包养我，结果我错了，他那时候其实就想介绍他女儿给我认识。虽然我不知道他女儿到底多大啦，因为那个阿姨她。”他那个一个月有15天都在国外，所以他们家是非常有钱的。哎，真可惜，当时竟然没有认识。有啊，那时候其实有跟他说，好啊，等你这次回国，我再认识你女儿这样子。结果就没结果了。啊，永远不知道他女儿到底是几岁，搞不好年纪比我大。错过，对啊，多拉安也还好啦，缘分嘛。啊，有更扯的是，我之前有一个还蛮熟的一个客人，虽然我们就只有见，不是见一次，我们就只有。好好聊过那一次而已。可是嘞，因为他那时候心情不好，然后他想喝酒，然后需要人家陪，但是我没陪他喝酒啦，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喝酒而已。对，女的。那后来他就是直接。在旁边喝了5罐啤酒，啊，我就说你还好吗？要不要扶你回去？他说他可以，他只是真的心情很不好，但他没有醉。人高屌大，好不好？我比他大哦。那好，回到刚刚话题，然后就。他那个客人他被我们其他同事说你怎么办到的啊？我说怎么了，我们都不敢跟这个客人搭话。他就一副那种冷酷的女生。然后我们那个同事就说我如果之前有追我实况，我都有讲这故事。然后他们称呼这个客为冰山美人。然后说哇，你把冰山美人的心给融化了。我说哪有，他其实很好聊。然后后面就是聊着聊着，然后他主动跟我要电话。我就因为那是下班的啦，下班后我就把电话给他。结果我们就只有出去那一次之后，我姐就把我的SIM卡给折坏了，因为他那时候换了手机，换了什么锅，想把我的信卡插去他一个新那个手机里面，又没弄好弄断，所以我现在手机号码是因为我姐弄断才来的。友善生物吗 ？Hello，Hello， 有毒有毒有毒！他在暗示我还不懂，对，所以我才说，年纪太小了。当时我还年轻，我想要当时几岁？我当时好像22啦，我当时22。然后那个冰山美人年纪应该是大我3-4岁，不过他是仓那个主管级的，你懂吗？就很像那种冷酷上司，不是上司哦，冷酷的主管。的那种感觉，然后才会被人家说
他看起来很难相处。不过那时候很久了，那时候智慧手机刚开始盛行。哎，也不能怪我啊，我才不会是，我之前我不知道，我才不是那种，他会不会喜欢我？他肯定是喜欢我的吧，那种。哎，我不是这种啊。我遇过我介绍儿子给阿姨很多啊，好，这就攸关刚刚讲的，我介绍我女儿给你认识，我根本不知道那阿姨几岁，我觉得她皮肤保养得很好，人家搞不好那时候五十几岁，她女儿可能三十几岁，跟我落差十岁，虽然这样也可以啦，毕竟你看去有钱人家这样子少奋斗几年呢、欸。很棒呢，真的可以，我不努力了呢。对啊，我在找珊瑚啊，那个什么管状羽状珊瑚嘞。早安，对啊，啊你嘞，麦块玩的怎样？看你好像是跟另外一个人在玩，是不是？我说轮到史蒂夫，难哦。不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有东西叫做看台，怎么会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点进直播间，怎么会不知道？哦，有了有了有了，这个珊瑚，啊！你咬我，怎么受伤的只有我？怎么可以下去吧你？冰卡，你来也不打招呼，吓死我了！啊，我这个人就是看台不打招呼的啊。你是同性恋？哎、欸，你这招对一些人真的是还好呢，他会跟你讲没关系，你值得拥有两个。你值得拥有两个对象，
啊，你知道睡了，安娜晚安，安娜晚安。都偷偷来，我会害羞呢。哈，你这时候就要时不时的打开聊天室名单。繁星来了哎，啊，可能只是挂台没打开声音。高高也是啊，高高的台我比较常也是挂着没有打字啊。大家都说好扯哦，凡凡看台都不打招呼，我说我爽。结果有几个阿姨跟我说没关系啦，我女儿也是同性恋，我跟她说你，你看是不是缘分，挡也挡不掉，很可怜的。硬要塞给你的，就是想要塞给你。你就很尴尬，对啊。嗯嗯嗯嗯。现在算了，我自己做。原本会看，只是想说确认有没有 mod 在。现在算了，我自己做事。啊，你说 mod 呢？怎么没有 mod？ 没事啦，我的台已经很少有 mod 了。我觉得还好啦，我的台已经比较少在人，比较少有人乱，就觉得还好，没事的。好羡慕，没有，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呢？亮，哎，这种东西不需要羡慕。红不起来的人的台，是没有乱的架子。怪人磁铁很正常啊，你要不要看高高？他以前怪人更多。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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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麻啊麻，好麻好麻好麻！哦，直接死了。鼠去。红不起来我吗？我在说我啦，雨撞山。啊，珊瑚珊瑚。啊，有了有了。语音，哎，等一下要来，打开宝可梦睡啊，喂一喂。
报告那边莫德会做事啊，那是现在啊，他以前，他以前没有啊，有在中宰乡。哎、欸，不对、欸。认可三，等一下哦、喔。我觉得那时候我还可以跟阿姨说我心有所属。他就跟你讲说，妹妹你值得拥有两个女朋友。如果是这样讲，你会怎么应付啊？妹妹，你可以交两个没关系，我不要。来为你饲料，有老婆了。那万一阿姨跟你讲说那个分那个分一分离婚啊，没有，那时候阿浪姨婆他们就很坚持哦，他总有办法可以讲出另外一些奇怪的道理来，不是吗？你要跟你老婆是日本人啊？我老婆是日本人。抱歉，真的阿浅。以后要常来呀，大叔、啊。呵。我要赌场的 ，Go Go 赌场 Go Go。哎呦，画像，危险！
而养章鱼缺点是章鱼寿命很短，你知道吗？章鱼的寿命其实很短。哎，芦梗呢？章鱼通常生完蛋啊，反那个交配完之后就要嘎了。所以才解释，我这有什么好吵的？不关官方不就有讲了吗？我们称为剑木。我们把那棵树的果实拿来当作村民的人使用，树根延伸到很深的地方，那里抽出了地下人，再把能源变成果实，所以在树下，也就是这个村庄底下，产生一个巨大的冰河。但最近仍然让冰继续融化，随着树木生长，成熟的冰越来越多。虽然我们一直向金融大人祈祷，但他一直不肯，必须有人。遗憾，我们人鱼组织常年跟着这种，不管这种都是没有在惭愧。幽闭仓库。去幽闭仓库把前往冰河通道的钥匙带回来。哇，好烦哦，工具人啊，工具人呀！哎，我等一下还有石板要拿，对不对？石板，还有个石板需要拿。这样算一天吗？算的话，我就很亏。算呢，我的妈呀！哇，这样就浪费了一天啦，没增加。哇，好亏哦，都没有捕到鱼，那下次。亏到歪，亏烂欸，下次知道了。没事，对不起，不该乱滋的。没开过的拉姆周边，那你不是爽到转圈圈，开心到转起来。哎呀，你竟然出现在我面前了，是你了。
恶意给我的哦，还可以这样子哦，按黑箱给你是不是？那不错啊。快死了。被打到还可以睡哦？没有啊，我的枪有睡眠属性啊。你想一下，柯南的手表枪啊，手表型麻醉枪是散弹，一次可以睡三个小五郎，一次可以睡毛利十五郎。剩下我跟他只能两个人交换，然后这个布局还不错哦。哎，是故意剩下你跟他的吗？当时的话，还是真的都是巧合？但早安，故意的。哎，那还不错哎。哎，如果对方是男生，还有这样子刻意弄成这样子，你会心动吗？所以我们张市长要放假了吗？谁？可以不要限定男生吗？我们是开放哦。如果对方喜欢你啊，这样子的行为你会接受他吗？对不起，不是哦，人家说他喜欢的是男生哦。哦，桃园的哦。有吗？有要放假吗？哎呀，鲨鱼嘞！没消息，完蛋了。哎、欸，啊，刚刚这边的大鲨鱼咧，我刚刚这边鲨鱼咧，不要放假，你要飞回去啊？你人在哪里啊？
你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了两个月了，哇，辛苦了呢。啥？早安啊！啵啵啵啵啵啵啵。我不要。所以我一个月赞助了 Seven 8000左右，买了什么？不是在国外会特别想吃家乡的东西吗？伊尔必斯安安，早上好，但。但要关台了，马祖是台湾的哦，我不知道你去马祖哦，还是要把你拿来喂鲨鱼啊？好像自如用完了啊。捅你呀、啊！啊，贪心啊！有什么要带走的吗？好像还好欸。确认。没事啦。没事啦。哎，没事啦。早知道。早知道。就跑远一点了。好嘞，好了，没事了。留在箱子内。我竟然会留海马起来，确认。要不是刚刚把那颗鱼，把那个鲨鱼送回家。我正在做效果，哎。刚刚如果反杀的话，我又会嚣张了，找不到适合的恐怖。你想做什么娃娃？员工，这个卖下来，
啊，确认。好了，今晚结束，我们休息喽。记食材准备还顺利吗？记得在营业期间吃。哎、欸，哦，我才快四小时了。开得很早，很早啊！哎，早点关，早点起床开，可能达成啊，一天开两次台啊，三次台都有可能。确定。波光幻影，感谢 follow。要不要来去困啊？那直接甩在床上睡觉。哎、欸，什么意思？成为伟大主人的路充满啊？哎呦，我是不是就可以强化我的武器了？24小时耐久，那要有新的游戏可以玩啊。之前珠子我其实可以24小时的，是开到后面你们陆续去睡觉了，就好吧，那我去睡好了。Nobody 安安。又是死人时间，对啊，要关台了。打 call 打 call， 哎、欸，没了。达菲梦里的现场演唱即将开始。将 hit 按钮对准靠近游标，按下左键右键。使用上下摆跟上绿色节奏。橘色节拍出现时，请左右挥舞。哈，什么意思？哎、欸，因为游戏很烂哎、欸，我右吗？嗨嗨嗨！好烦，你这是。我不用睡了欸，有点嗨欸。
好白痴啊！哎，好好玩哦，我以为很难玩呢。满意，好玩。哎、欸，有游戏玩了。我其实做游戏真的很烂啊，幽闭仓库。噔噔。水稻这么快就长大了，这个真是奇妙的地方，来农场看看吧。哎、欸，他绑架我不让我睡啊！是谁的心啊？准备收获吧。哎、欸，哦。不过只要半天时间就可以重播。总之，如果是中迷，那个导演会满意的。谢谢你，记得常来这边许下赌题。如果病重复烂就可惜了。好的哦，必须将害虫杂草拔完成。好了，可以存档了。嗨嗨，嗯，菜单，哎、欸，不对，他要做什么？哦，没有要做什么吗？他只叫我准备，他没叫我做，这是对的吗？什么鲨鱼类料理？该不会是……哦，好啦，先这样，好了。哦，看一下哦，代办。答案是。月历邮件。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蓝洞观光委员。根据天气预报以来，未来三天蓝洞将会迎来暴风。不过神奇的是，同时也目击各种鲨鱼移动，所以我们无派遣观光身体名人报告团队。现在。可以目击过去的蓝洞，观察不到特别啥。好，好，看不懂，但我先休息了。好了，大家晚安，辛苦了。如果白天睡醒没有很热，我再开台。好啦，晚安，晚安，波光幻影晚安，神木晚安，小薇晚安，扎克伯爵晚安，橘子晚安，莉莉晚安 ，Nobody 晚安。好啦，没了咯，原地解散。